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准备去搬在又开始整楼下的这个洗手间呀。这个洗手间呢，楼上一个，楼下一个。现在呢，楼下的这个洗手间的瓷砖还没有打好。我们家墙上啊，就要放一个防水板。这个防水板呢，就是，要买一块，正好是1.2×30米吧，然后我在网上订下来的，订了正好今天去取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就开始回家了。从班宁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开车到我们当地小镇去 shopping， 然后给大家录一下我们当地小镇上的超市的一些食品价格。天好热呀！这怎么挡的？这后边就是 Woolworths， 是个很小的 Woolworths。水果，这是桃子，挺好的，4块钱。我喜欢吃白色的油桃。椰子是便宜1.56块。这是沙拉的袋儿，300克的，3块钱。我去买香菜，香菜都是在4块、3块喽。这些是parsley， 我要吃 coriander， 就是香菜，4块钱一个，很新鲜，还可以，很新鲜，有点黄，我选一个好一点的。这挺好，这挺新鲜的。明天要买点蘑菇啊，下的我的火锅里会很好吃，但我要吃那种金针蘑，它这个 later 是擀好的，2块钱洗干净的，直接可以做三文治。我想去买金针蘑，现在的黄瓜好贵哦，4块钱一斤，这是4.9块一公斤，这一盒是4.48块。选两根吧。那一根是2.4块。这个开呀挺好的，这是 organic 的，非常好，5.5块，虽然贵一些，但是很好，营养高。面包一般都是在买 soft wholemeal sandwich bread。我要买一下 honey， Manuka honey， 50mg 的，现在是减价，有30的和50。买一个30的吧，没有必要买50的，买一个30的就行了。买诺卡的这个价格是20块钱，但这个也是新西兰的。我要去买西红柿，马头西红柿，西红柿，土豆，要买一个泡泡，泡泡挺便宜的，泡泡才3.5块哎 ，kilo。
是 red purple， 买一个 purple。6块钱，6块5。我喜欢黑色的那个马头，这个是4块钱。这个不太好啊。上学吃的小黄瓜。还是相比一下这个合适一些。它是肉，这是鸡肉串儿，这一个鸡一个8块来钱。这是鸡肉，是买5块钱一斤 ，vegetarian sausage。素食香肠，看看这排骨，排骨9块钱1公斤，在这里猪肉是15块钱1公斤，牛肉这是羊肉14块钱1公斤。汤提 slow cooker 17块钱一公斤。 Oh, my look bad. Eye fillers. Yeah, but $60. Wow, $60 a kilo, $24. Six. Be special. Yeah.新鲜呀，这是哪儿的？哦，这是泰兰的，泰国的 Australia prawns， 这是农场养的。这个17块钱1公斤，这个是 wild caught， 是海虾。今天我要买什么呢？买一个擦洗手间。哦，正好是清洗洗手间的。我用的这个是这款，叫 Easy Off Bun。这个还有这个，像那个淋浴的那种标志。这个一直在用，买呢现在是5块钱，一直都是这个价钱。美国而且它都有一个 Asian section， 亚洲人食品的部分。一个我找不到，就是我想要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叫 seafood sauce。辣白菜，这么多酱，我就找不到那个 seafood sauce。 天哪，我以为每次都会找得到，这次就找不到了，看来是缺货。算了，看来我就去 IGA 去买吧， IGA 可能会有。是一个 pot one，这个合适啊。
转过这个账，哪个好哪个便宜，都买一个 butter。 我要吃，我一般情况下是买这种 all oil 的，买一个吧， classic。 怎么又找到我那种呢？我现在不 IGA， 我要去 IGA 买豆腐。它这豆腐好多种，这种是硬豆腐，这是煎豆腐块的，这个 soaking 豆腐，润润至软的豆腐。我一般选择这种 organic 的 medium 中间一点的豆腐。也就是不是很软也不是很硬，它那种特软的这种就有点像豆腐脑似的，可以做豆腐脑，这种就是可以做汤，还硬实一点。它都有标志，就是你看它这个是两个硬一点的，这个是最软的，就一个点儿，两个点儿是比这个一个那个前面那个软的那个硬一点点的，它都有标志的这个豆腐的硬软。这个有标志，你看这就是三个硬的，就是比这个还要硬一些的豆腐。这里还有 honey。 刚刚回来了，回到家里呢，现在准备把衣服，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是2:11，就准备换衣服，做下瑜伽，一上午的 shopping 结束了。好了，衣服换好了，伸腰去。小王子，你也想伸腰是吧？你看你这腰伸的，腰伸的，你也要伸腰，要伸腰，你说我也要伸腰，哦，谁给你洗澡了今天？听说你今天在这个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叫康姑，中文叫什么？康姑中文叫什么？我老公说跟我说，今天我们家小王子出去撒花了，撒花了一圈以后呢，找了一大堆袋鼠的粑粑，然后就在上面滚来滚去，滚得他好高兴呀。滚完了以后，回来以后浑身是粑粑，然后呢他要给他洗澡，洗完澡是这个形状的，说你还很臭，需要给你掸香水，他没找到香水哦。